下角哪里？你要回去？哪段地方都有，你有蛋啊？哎，满了哦，那全部去放好了。不过你是真的还没有把那个属性表对背起来？好像还没。真的假的？一二三，然后背一下就有啦。这只可以放生吗？这只随便丢在某个地方好了，这里。玛瑙水母工具虫，这里好，各种随便晃。对啊，你还没有拿朵朵去游泳看看？游泳啊？可是他有学冲浪吗？你说会特别快还是什么？我记得是那个速度是其他神奇宝贝的两倍。哎，右下角没有那个骑脚踏车的呢，怎么讲？喂，找不到，怎么办？找不到就顺便孵蛋喽。这年头孵六 B。比肤色为还要简单，不会吧？我顺便给自己欧炮了。元素周期表，我根本没在背，直接放弃。怎么会？那你现在回去找那个骑脚的，可能就过。好。吃完饭我要决斗，没有那回事。哎呦，为什么啦？没有为什么，我原本就没有想决斗，你自己跑来找我打输了，还想继续决斗，你这个人啊！自行车老板，我下线了吗？他，你下线，有人要丢孵蛋，好，我给你。我先休息一下。好，靠，这东西是辣的 ，What the fuck？啊！大家都听到了，然后骂脏话。有没有抓？你有没有骂？我没有骂过啊，我都挖的而已。挖的了，很辣，很辣！为什么这里没有放这个东西啊？哦，什么叫做双生游戏雷姆？有雷姆，我看一下。有了，我拿到另外一台脚踏车了，耶、yeah！太好了，那绑错台脚踏车啦，应该要用另外一台才对啊。哦，这种脚踏车重要道具要这里，这个先，然后这个再好了。跟狼儿说二周目再回来找我，什么意思？我是有在吃饭。从右边的出去走就找我，原来如此。那你们想抓哪绿啊？抓啦，抓啦。我没记错的话是119号道路，过头了。蛋糕早就吃掉了。119号道路是吧？有机会遇到奶绿。不是蛋糕啦。这只奶绿会比那只奶绿更奶绿哦。嗯。有人问我要给我六 V 证没？真的假的？六 V 证没？你觉得怎么样？然而。你不要拿来跟我决斗都可以，我拿来生蛋嘞。生出来的小孩也不要拿来跟我决斗。好啊，那你给我六兵，六兵正妹是男的还是女的？如果是男的话，我刚好可以，他就真的是正妹的小孩了，对不对？
如果可以的话，倒是可以啦，我觉得。如果您愿意给我的话，谢谢，诚挚的感谢。哎，帮我抛我，可是我逃跑哎、欸。是男的，刚好，那就一公一母啊，一公一母，然后配不变时，体质就很棒了。如果再配个，如果再生出个色尾，丢到 X 去，完美。反正现在这没生，那生的小孩都。终于可以脱离出啊！没事。那你再帮，你再按我那个吧，按我交换吧。再帮你给的红线就好了。嗯哼，红线我打不到啊！我今天还没去打红线，还没十二点。哦，不要马上，我还没有。我已经十二点了耶！我还没有拿出那个水的，我没有办法去打红线啊。有，我有不变石。谢谢，谢谢你的。事情会如此顺利吗？让我们这一个，这样不是国际孵化嘞？新政没跟就这样的话，就是几率又变成那个了。那你就要拿那个国外的百变怪跟新的男的。不行啊，我让不用国际啦，我们就几率少一点。可是。让他成为真正正你是为了要让他道德遗传正妹的小孩，他是正妹的小孩，你说什么？没事，我什么都没讲。冲浪的好 ，Are they just shining hunting? Yes. How do you know that? You are so smart. 哎呦喂！我跟你讲，你。啊，你讲英文都怪怪的。只要有口音啊，他们才分辨得出来我们是台湾人而不是中国人。大家怎么演、欸？奶绿布。陈川在哪里啊？这里哦。结果长得像爸爸，不好吗？安娜，交换，是你吗？安娜，抓克雅克诺姆，雅克诺姆是谁啊？说好的奶绿又没了，门田不是不在吗？门田在吗？等一下马上冒出来，我跟你讲。哦天哪！噔噔噔噔噔噔，我好像踢到网路线嘞，会不会断掉啊？嗯，诶、欸，六 V 的诶、欸，竟然要一个小孩跟一个大女人，嗯、那个你不是大男人吗？哦、阿卡伊头是红线诶、欸，哇塞！既然你要给我那个的话，我就给你一号啦，这妹的第一个小孩，怎么样？值得纪念的第一只，嗯，啊，值得纪念的第一只，哇，妹妹一。啊、哦，这是真妹的第一个小孩哦！哇，真的是姐弟恋哎！哇塞！为什么很多人一直在问那个？哪个 ？mod？mod？ 哪里？什么 mod？很多人一直问我说我什么都没有 mod， 你要 mod 吗？都可以啊，都可以。那你在哪个字啊？三个鱼。好了，安妮。哎、欸，没有东西了哈。哎、欸，也有了。对啊，就顺便给啊。二三四五六七。哎、欸，通信中断，怎么会这样？哎、欸，
我现在自己看得到吗？还是看不到？那个，欸、我们在那。我看是没有哎、欸。应该是有吧。我看是有啦。稍等一下。嗯，红线我红线我还是去打打看好了，反正一天有机会有10%几率打到嘛。什么？快要没电了？快充电啊！等我遇到那两只，等我遇到那对情侣，那对情侣在哪里啊？哦，找到了。哎，不会吧？等等。我带的好像不是很强的，来跟他们打。有一只100等的鸟跟一只水母，抓特性蛇纹熊啊，没关系啊，这我打这个有10%，而且他刚刚也给我那个红线了。哎、欸，对，不变石，带不变石要干嘛的？遗传？试试看喽。带不变石的遗传是什么意思？忘记了。遗传个性吗？对啊，遗传那个个性跟特性，个性跟特性，嗯，了解。刚好水跟火都克虫，对不对？火跟水都克虫哈。嗯，虫不怕水啊。虫不怕水吗？对啊，我记得。啊，虫不是很怕被水淹什么的。什么东西、啊？不变石遗传个性欸，我不知道，我不确定我这枚是什么个性欸。它是什么个性啊？其实我好像没有仔细的研究过。打喽，会不会给我红线呢？没有 ，shit， 不是说10%吗？几率有这么低吗？不一定拿得到。可恶！啊，没有。我的那只带红线吗？不对吧？我的那只带不变石吧？这枚要带。伤害多特性同步或追踪。什么意思？我不太懂。去哪里嘞？这里。找到了。看到不该看的东西啊？什么？有人说这妹的个性是……讲什么那个 PAN 吼？啊，先把它拿出来。这样这妹就要退休了哎、欸，她努力值都还没练满哎。退休？怎么办？这只是6V 哦，我哪看没出来？可是45666是还蛮高的。你要拿去给那个人看啊，他就会跟你讲说这一只是。好啊好啊。我的个性是加特攻减攻击，很是很正妹。嗯。有红有啊，他刚传给我的时候有给我红线呢。把边关拿出来了。等等，我现在不确定我带哪一只要带不变石，哪一只要带红线呢、欸？要遗传五个性，蛇像能力随机传给遗传五项给子代。那应该就是要，那应该就是那一只要带红线不是吗？把边关，你神够了。
十二点了，还没啦，还没啦，还没，我这边已经十二点了，他那边而已啦。我的这只正面个性是什么啊？好好奇啊！出去外面看，蓝色口香糖。嗯，红线给姐姐，不要不辨识给妹妹哈。只是姐姐，一个是弟弟，一个是弟弟，一个是姐姐。你就想象那个符号是女的啦，就这么决定吧。反正放在一起都是可以生啊。个性堪巴利亚，堪巴利亚是什么呢啊？我查一下。而且是2014年11月25号在106号道路省等级三，这些都有记耶。哇，嗯、好感动啊！看一下哦。哎、欸，个性不变呢、欸，就是没有特别那个，主要是你那个个性的，你要的那个。其实就算是，其实就算是那个怎么讲，就算是有待不变时，但是还是有几率会变啊，不一定。哦，红线要给六 V 的、啊，还是等一下再讲，再看一次，我没看清楚。有带红线的就不要动了，直接就进去。冈巴利亚是找一个女性的给他带不变质，找一个你要的个性给他带不变质。冈巴利亚是努力，努力的。嗯。红线是双方的、喔、个体随机取五项，第六项的个体是电脑随机选。去抓一个你要的个性的正妹啊！可是正妹的这样的话就不是正妹的小孩了，那就是那我不变死就给那个啊，然后红线给，对不对？对啊，应该吧。嗯哼，他拿什么道具啊？忘记了 Omega 4啊。那这个就先拿掉道具。欸，什么意思？阿卡伊伊托，然后这个换成不辨识对吧？不辨识，好，找到了。Who's English here? Please, I'm lost. Hi, lost. 然后这样丢进去就对了吧？你就丢，直接丢进去，等出来就知道啦。啊？对啊。真的是姐弟恋哎、欸！天哪、啊，好可怕、喔！我是不是应该先把它练大一点？没差啦，又不是说你练大一点，然后他就。这样看起来比较适合啊，不然，你都直接拿国外的一坨口香糖跟正妹，别说啦，说不定是口香糖生出来的、啊。我想要来看一下他的六 V 这边会写吧。这边会写吗？真的有六 V？看不懂，一番高 HP 攻击防御，特攻特防，最高力值，看不懂哎、欸，你看得懂吗？那个人、嗯，你看得懂那个人形容的吗？我在看。嗯。对啊，六 B 啊，就是你全部讲出来的就是啊。酷哦。确定是六一，真的耶，超猛的啦！那这只应该超级稀有吧？很强啊！嗯，好，丢进去，大家就等他们生蛋喽。希望他们的感情好，是吗？对啊，